以很快速的发展嘛，经济很快速的发展，那很多家庭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在拼命的工作，那么孩子他会过很优越的生活，比如说住大的房子，然后有很好的车，有私立学校，物质上都是很优越的，包括饮食啊这方面，但是其实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沟通少。对，像我小的时候，虽然家里是不是很富裕，但是我比如说我爸爸他每几天他只要休息就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郊外，会抓昆虫啊，然后采那个野花呀，回去插在家里。他这种温情的东西在现在这种社会，这种高速发展的社会是越来越少。